向对自己外貌很有自信的罗志祥，在帅气型男的外表下，还有爱搞怪的另外一面，经常在微博上晒出各种另类照，不仅有扮女惊艳照，连罗志祥本人都自称自己是女生一定超正，更有不顾形象逆天的扮丑照，让人捉摸不透的抽风路数，让不少网友看的也是惊吓连连。近日，一向爱搞怪的罗志祥又在微博晒出一张蒙面照，穿着背心潮服的他戴着黑超，脸上遮着一块黑色面罩，仅露出嘴部，而他还顽皮的呲牙，露出整齐的两排牙齿，令粉丝捧腹，更调侃说，为什么放弃治疗，药不能停啊。